刘先生你好。猫头鹰好。你看他前面这么大个猫头鹰哦，傻姑娘啊，不能这么弄的，这个东西要具有灵性的，明白了吗？好。哎，我想问一下我母亲，往生的。往生了。对。叫什么名字？叫徐月，月亮的月，徐。徐就是双立人一个徐，月亮的月，徐月是吧？是。哎呦，你跟你妈妈长得很像。虽然你还没给她念经，听得懂吗？因为她自己有福德，人家在玉界天了。在天了。啊，在天上。她是我梦到她是什么？哦，她有念的。不是梦到她。你们梦到他了是吧？是有什么意思吗？梦见他下来看你们呀，明白了吗？给他能念小房子最好，不能念没办法，明白吗？他生前的话，他念过经没有啊？拜过佛吗？啊，他有。拜佛，家里有没有佛台啊？啊，关，他不供。什么？拜的。有皈依。啊、哦，有皈依的，你看。不管学什么佛法，你只要一心一意好好学，都能上天。但是师父话还没讲完呢，要看你的层次高低来上去。都说都能投人，投到非洲去啊，明白了吗？投到新加坡也好啊，对不对啊？谢谢你师父。好，下一个。